玩家们玩过简洁又有趣的连点益智游戏 Dust 吗？它的续作 To Dust 不但新增了更多丰富的玩法，甚至还加入风格可爱的剧情哦。和之前一样，只要同颜色相邻的点就可以连起来消除，但只能直线，对角线可是不行的哦。而且只要画出方块，画面上相同颜色的点都会消失，除了消灭特定数量的点点之外，还有特定的机关或方块需要解除，玩起来相当具有挑战性。快来跟朋友较量，谁的分数最高吧！